当初会成立这个空间，是希望提供给都市人一个放松身心灵的地方。在生活之中，我们的心时常是处在一个分心的状态，所以在上课之前，我通常都会带领学员做呼吸的练习，希望透过呼吸可以将他们的思绪回归到此时此地。同时，呼吸对于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因此，在上课之前，我们都会非常注重室内的空气品质，希望有良好的空气品质可以带给学员更全然的放松。在我们空间中有很多身心灵的课程，同学也非常乐于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生活心得。最近发现有许多同学都感冒了，如果能够有一台空气清净机，帮我们有效地滤净病毒，给同学一个舒适清净的空气品质，对我而言是非常快乐的事。